大家好，我是人好话不多爱吃爱喝的大辉。今天呢来到我红桥区的吉儿道来吃吊炉烧饼了啊。这是我小时候非常爱吃的，但是快到2000年时就消失了。我今天发现了一家啊，咱去看看，就在前头。今天是星期一的早晨啊，这是吉儿道，接近西马路，前面是西北角。然后辉哥说今天带我去吃这个吊炉烧饼，听说在前方啊，我们跟随大辉的脚步啊去尝一尝去。今天天气有点雾蒙蒙的感觉，下雾了是吧？往这边拐啊，就是欢庆西胡同。哎，西北角这块啊都是美食啊，美食聚集地，好吃的太多了。哎呦，走了可好长时间啊，都走到这边来了。有吊炉烧饼，要甜的要咸的？要咸的。给我加牛肉，多少钱一个？加牛肉11，你单买一个烧饼的。哦，行，给我挨一个加牛肉的。这个就是吊炉烧饼。这好像跟烧饼没什么区别，芝麻给的不少。哎，芝麻多，而且中间好像切开了是吧？对，准备给我加牛肉嘛。哦，咱们家卖嘛都有啊。嗯，豆皮一系列的，这是。对，鸡蛋卷圈。 那是甜的。哦，甜吊炉烧。哦，姐姐给加着牛肉了哈。你对，姐姐给我加牛肉。加多少钱牛肉呢？这套一共11。哦，肯定不少啊，对吧？哎，11哈。走，买完了啊，咱看看大吊炉烧饼。哎，个儿还真不小啊。不过跟我小时候吃有区别。是吗？哎，我买的还加牛肉，你看这牛肉给的行吗？不少吧？哎，不少，价也不错。嗯，咱闲言少叙，咱先尝个味儿啊。嗯，我买的这个吊炉烧，我买了一个咸口的。为什么买咸口的呢？因为加上这个牛肉，咸口的更能体现这牛肉的鲜味。哎，其实甜的也是不错的啊，因为吃甜是我快乐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你要加牛肉吃，就得买咸的，要单吃行了，是吧？嗯。这一口倍儿饱满，肯定的，多硬核。吃这一套早点糊嘛，中午饭都不用吃。哎，没事，你给我留点不完了？也行，也行，可以。啊，嗯，它这个两边都是芝麻，这个我吃的那种，我小时候90年代吃那种吊炉烧饼不同。哎，我小时候吃那个是比这块要大，中。边上都打着滑刀，中间有一小团芝麻。哦，里头也是那种无香味的。哦，各有千秋，这烧饼挺好吃的，特别是芝麻，一嚼芝麻香味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嗯，看牛肉，看牛肉感觉，哎，真是不少。这烧饼看也挺好，还不太油，感觉哈。对对对。这个烧饼给油给的确实不多，是吧？对，但是它就是用那个，其实香味是用那种芝麻的香味。哎，你看，要是一般烧饼来说，它的烧饼的这个比较油大哈。嗯，但这个感觉是没那么大油。对，这一套11，一个烧饼1.5。哦，这牛肉是9.5，给的多呀。哎，给的还真不少。嗯，这才是真材实料。对，你说在西北角那块吃牛肉，那绝对炖的味儿好。那必须的。嗯，人都专业的。哎，是呢。这个吊炉烧饼起源于山东的菏泽的一小吃。哦，嗯，还是个小吃了是吧？对，90年代我经常吃，那是我们家住万德庄。哇，我都没吃过，我太小了那阵。哈哈，
太可恨了。那阵我是嘛，中午有时我们家里没人，我出来买一个烧饼，买一个鸡腿，那阵一个鸡腿很便宜，好啊，然后烧饼就鸡腿，烧饼就鸡腿，天天这么吃。你这饭，我天爷，太硬核了！我小时可没吃过去。伙食好，我小时候就方便面、鸡蛋。能给你养的这么珠圆玉润，天生的我是。嗯，多可恨。嗯。辉哥，看你吃的太香了啊！嗯，还给我留了吗？留了，是吧？嗯，我放心了。给你留这么大。这个雕红烧饼距今有100多年了。嚯！创始人是徐香清。哦。他做的烧饼在当地相当有名。是吗？还是那句话，真材实料。没错。对，做生意就一把怎么说呢？把这种用心还有这个真材实料，搁在第一位。对。这个雕红烧饼区别于咱吃普通的吃烧饼、哎，它是火在下面烤，把这烧饼都贴在那个炉壁上，哦，这样烤出来的。我小时见过，是吗？嗯，所以为嘛我吃这种烧饼，是因为我觉得它新鲜，刚开始，嗯，个儿大，比普通烧饼个儿大、哎，然后一吃，哎，味道确实不错，里头那个面是软的，外头是脆的，哦、而且有芝麻，哎，看着就比较酥脆，对了，嗯，但是。虽然我这个烧饼味道很好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就跟那种形状跟我小时候吃的那种一样的烧饼。哎，我还要在天津市继续寻找。没事儿，再找找。嗯，知道的粉丝也可以私信我啊，告诉我。哎，对了，我马上就去探店啊。好，我跟着。嗯，这家烧饼不错啊，推荐他们家啊。喜欢大辉视频的给大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关注大辉，美食不迷路。